什么叫究竟？男人 party in party 天地。阿达正前往录音室的路上，我们安排一个工作人员假装拍摄花絮，玩合口一口，准备整阿达，挑战他的极限，能不能整成功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个阿达 ，Hello， 哇哇哇，你好你好你好，不用。先让他暖暖一下，你让他缓和一下情绪，就讲个笑话，你讲个笑话，讲个笑话，讲个笑话，对，你刚刚说达文西密码的上面是什么？然后等下就直接收掉，不要让他笑，不要让他笑。哎、欸，阿达，很高兴认识你，我们是今天就是的这首歌的制作人，然后我们是口一口，嗯，就想跟你讲个笑话。那真的假的？哎、欸，对，真的就是就缓和一下气氛，对不对？这么帅，咱们第一次见面录音这样子。达文西密码的上面是什么？达文西密码的上面，对，达文西账号。达文西账号，密码的达文西账号，这很深哎、欸。好了，好，我们开始录吧。这跟澳门赌场上脚。哇！别憨包，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说到究极，根本比不上我。硬派的大法是谁与争锋？好笑，你长得这么软弱。咬字，我想跟你讲一下，就是你的咬字有点不太清楚啊。别憨包，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说到究极，咬字不行，更清楚。哎、欸，可以再清楚一点哦。好，你好。哎、欸，不好意思，刚刚城市跳掉了。好，城市猎人。好，那我们来，就直接来录一下。哎、欸，好了，开始了。好，咬字哦，咬字哦，记住哦，咬字咬字，来。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不行哎，那个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好不好？好，好来哦，你看哦，就这样哈、哦。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 ，OK 吗？这样子咬字很清楚哈、哦，对，这样会比较好哈。哦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说到究极，根本比不上我。硬派的大法是谁与争锋？你刚刚说这样子不错，然后但是麦克风要调高一点。刚刚那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麦克风呢是国外最先进的，然后它有就是比较特别功能，就是你把它拉高一点，就直接转它，直接把它往上抬，然后往上抬。相信我，我现在我蛮专业的，我有一个就是。我有找到一个最漂亮的位置，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必须要再高吗？你们真的这样录吗？对对对，好，可要先这样，先这样，我们试试看哈。哎，这是哦，这是哪里的共鸣啊？对，就是有头腔的共鸣，欧美其实他们都这个样子唱的。OK， 对。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高，确定？对啊，不要笑场，真的，相信我们。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说到究竟，根本比不上我。硬派的大法是谁与争锋？好笑，你讲的这么 OK， 刚刚我觉得声音可以再，不然下一句可能比较想沉一点，再低一点。好，那个我现在觉得有点又太尖了，那个声音有点太尖了，可以吗？你就是把它往下移吗？麦克风再回到下面一点吧。对，往下移，往下移。好，对，再低，再低，再低。哎、欸，你们平常也都是这样录音吗？对啊，我们平常都这样录，我们还有背对着录的。但我不用蹲下，我就是啊，你要蹲下，你要对着那个麦唱。对，蹲下会比较好唱。对对对。你说这样才有那个效果，共鸣的效果。哦，嘻哈一点，这个地方动作可以嘻哈一点。好，动作可以嘻哈一点。对，嘻哈一点。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加酒。说到究极，根本比不上我。硬派的大法是谁与争锋？就是你的态度呢还不太够，唱饶舌的会比较想要就是醉一点。对 ，lay back， 有 lay back 的感觉。对，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要原地转个三圈。所以我要转。对对对，是为了拍滑雪吗？啊，没有，这个是没有啊，国外常用的，国外常用的一个手法，就是身临其境。对，所以我现在要转。喂，有没有人啊？他录的时候就林北雄康来录，看你慢录下一句的。等一下，就是他康完之后，对，这个康完，这是康完，康完之后，下个直接录台湾国语，有一点感觉了。好啦，林北雄康，怎么？Be humble， 别在乎天上扣，派对被搞得像玩家。哎，拍子，我觉得那个音有点高，有点太低耶，我觉得要把麦克风拉高一点。
休息一下吗？你可以请君伟姐来一下。哇，那我们现在唱一句好不好？好，好啊、不好意思，一句台湾国语的 Beyondo， 别在户田伤口这样子。Beyondo， 别在户田伤口，是这样吗？有听过伍佰吗？有，用伍佰老师的唱法。对，用伍佰老师的唱法。OK， cool。好。你可以参考那个伍佰老师那个《燃烧吧火鸟》，啊、那是高凌风。哦，我记错了，没关系。好了。碧阳宝，别在乎天伤口，还得以为让枪玩家解救，说到就急。你认真是要这样搞 ？OK，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好了，好不好？好，好好好，辛苦你了。聊一下，聊一下。好。隐身术，所以已经玩够会了。这边有什么问题吗？很好吧，所以那是就现在的新时代的制作方式跟传统的制作方式是有这样的落差吗？就我觉得那是有趣的啦，但如果我跟家人就还是你，我可以自己找我自己的录音室啊，这样很尴尬哎、欸，对不对？很尴尬，对不对？谢谢君伟，他们以为。好友护城我没有看过吗？那么坑的东西，难道我不会发现吗？那个东西用麦克风一弄，录音师就进来砍你，不可能吧？我就是配合。俊元姐，你看他们说，我就走了。好，给我多钱？你刚刚玩很凶吗？我们还好啊，我们就开个小玩笑而已。嗯，他不见了。对啊。他是生气了吗？生气啊！我们一起分头找找好不好？你刚刚跟他有说什么？当然是北宋。哦，是哦。好，不爽。但是。我们刚才还好吧？还好吧？啊，所以你太过分了，是不是？那我不知道。好了，我们去跟人家道歉一下。那我们要去吗？一起来啊！我们要想一下，你说要动那么快？下一个，你们要想一下，跟人家道歉的话要讲什么？有吗？有他有生气吗？可能是吧。还是我问一下吗？面对阿达的反整，管理不知所措。啊，好久要录啊！那我们就要下手了。昨天我家菲律宾女儿经过市场，听说有人要整我，我当场吓一跳。原来开玩笑，就是你分几个？太夸张了，是不是我看你白痴吗？我跟你白痴吗？我跟你讲到话吗？转那个很晕哎，这是不是白痴啊？而且那太不合逻辑了吧？然后还讲一些烂笑。我觉得还是照我说的，就是我自己录过口。我现在不相信你。啊，不要吵了，不要吵了。